很会煎午餐肉跟炒饭，还、okay. 有煮沙丁鱼。OK， 然后全家人就是每次吃这几个菜而已，习惯了，我到现在还在吃这些菜啊，反而是觉得哎，这个是你的味道这样，还在吃，因为家里很穷了、啊。嗯，我记得我们交学费都要轮流交的。阿云，这个钱给你去交学费。啊，给我啊？那小弟呢？小弟不是没有得交。你不用担心，爸爸会想办法的。你要好好的读书。谢谢妈妈。哎，淑芬，下个月记得准时交学费啊。老师，我家里有点困难。没关系，记得跟你父母亲说，没事的。哦。妈，回来啦。妈，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妈，我决定我要退学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退学？老师一直不断的问我为什么没有交学费，我真的没有答案。我知道你跟爸很辛苦为我们赚钱，可是我们会想办法的啦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对不起，你爸爸已经很努力了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妈，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跟爸都很努力。你不读书，你要做什么？对卓顺发来说，辍学是一个重大的决定。我觉得算了吧，不然我就不读了嘛。我没想到辍学出来要赚钱是这么难的。